今天是什么东西？手机盲盒。卖家跟我说里面有三款手机，马上来开开看。第一个，我们随便拿一个。我不要这个美乐蒂的粉红色玩具手机。第二个，这个不是玩具没错，但这个也不是手机啊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我要怎么带出去讲电话？喂，警察局吗？我好像被手机盲盒骗了、啊。最后一个。打开来看看，你跟我说这是 iPhone， 哪个 iPhone 会唱小苹果？我真的会被气死哎！有什么啊？我要 iPhone， 走屁哦！我要的是手机，不是这些破东西。自拍一下。